Gino 进右，现在我要来教大家怎么去买 NBA 的票，因为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在下面一直留言或者私讯我，问我说到底要怎么去买 NBA 的票。我知道每个人都想要看 NBA。而我呢，这一次也是来美国之后才学习怎么去买票。但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已经做了蛮多的功课，所以我这边分享给大家到底要怎么买票。NBA 的票现在呢，几乎都是在网络上买，所以你要先有一张信用卡。再来呢，我推荐了三个网站给大家，第一个叫做 StubHub， 第二个是 ViviSeats， 第三个是 Ticketmaster。那这三个里面的价钱都会不太一样，那像 StarHub 它是最基本最简单的方式，但是呢它通常可能价钱会高一点点。那 VVC 指数三个当中我比较起来是相对比较便宜的，可是也是要看位置。 Ticketmaster 呢，它是属于一开始看到价钱比较便宜，但其实你要小心它的税金。今天就举例 StarHub 来看一下怎么买票。大家先到 StarHub 的网站，往下找 Sports Ticket， 进去就会离 NBA 比较近一点。因为 StubHub 它不只是卖 NBA 的票，它其实卖了非常多不一样的票。这边你要选你的地点，就是你现在在哪个地方，然后现在的人在 Washington DC 或是什么正义联盟 DC。 好，选了 DC 之后呢，它会告诉你有哪些球赛。1月9号往下找 Philadelphia Sixers and Washington Wizards， 这是我今天待会要去看的比赛。它问你说是几张票， 1,2,3,4。那记得还有一个原则，就是买 NBA 票的过程当中，让我感受到一件事，就是买票一定要买双数，因为通常两个以上的都会比较便宜，然后三个人的又很难买，你知道吗？就是135就很难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今天呢，就只有我一个人去看，那怎么办？你还是只能忍痛买一张票，然后 find tickets， 价钱先不理他，这边他就会给你一个图形，很明显的告诉你说，左边这边 visitors 来访的球队，那右边是巫师队所在的地方。那因为巫师队呢，他并不是一个战绩非常好的球队，今年，所以他今年的票呢相对的比较低一点。像今天来访的是76人嘛，战绩相对的好一点，所以可能票价会贵一点点。那我看一下118的位置，118哦，14块还可以接受。进去之后呢，选了 one ticket， 再次确认你要几张。进去之后他会叫你填 email， 通常这时候我就会按下面这个 continue as guest， 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个客人，我不想要办账号。那这边你就要填你的 email 啦，填你的电话。接下来呢，它上面会告诉你付款的方向，第一个是 PayPal， 然后第二个是 Credit Card or Debit Card。那我选的是 Credit Card， 因为我是 Visa 嘛。按你的 Card Number， 你输入完所有的信用卡资料之后，它就会问你要不要现在买，然后确认一下你的位置，有人确定。然后他问你说是不是要提些 Weibo。OK， 你看国泰银行刷卡通知1793块。到这边呢，你已经完成了你的购票，那你要怎么去拿票呢？你要打开你的 email， 它就会寄票过来给你。好，你就按一下第一个，它就告诉你说 thanks for your order， 然后 order number 在这里，但是 order number 一点都不重要，往下拉。Use your access code to get your ticket。OK， so I have to press the link， 这么一个 link 对不对？然后你按进去。然后呢，你要再回去你的 email， 把你的 SS code 复制，然后再回去这边丢进去，然后 phone number 记得要填。这个就是你的 ticket， 然后再按一下 get tickets， 有没有出现了？这个就是你的 ticket。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办呢？就把它截图，这样就完成啦。所以买票其实一点都不难。重点在于你要怎么耐心的去突破层层关卡。那刚刚有一个部分，我没有录给大家看，因为牵扯到信用卡的个资，那边我就没有录到。那边呢，要小心的一个点是，有些信用卡他会看说你到底是不是台湾的信用卡。像我现在是用台湾的信用卡来刷，我用的是国泰银行。那我这张台湾的信用卡呢，就会牵扯到你填的地址到底是不是属于台湾。如果是的话，他就会按照你上面填的地址来看。那如果不是的话，你不是属于台湾的话，很有可能会付款失败。假设如果你是用台湾的信用卡，你最好还是填台湾的你自己家的地址会比较好。那像我平常呢，会自己去比价，像 StarHub、ViviSeat、Ticketmaster 这三个，我会去比价，说同样一个区域的位置，到底哪个价钱会比较便宜。那其实我刚刚算是简易版的教学，其实更复杂的一个点是，其他两个网站忘记是哪一个，它可以直接点到那个位置的精准点。像 StarHub 它只能告诉你是118区，但是它不能告诉你是118区的哪个位置。之后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讲怎么看，因为现在剩不到一个小时就要开赛，所以我要赶快到现场去看比赛。我就先出发啦。那这一集有什么问题呢？在下面留言告诉我。有什么没有讲到，是你不清楚的，也在下面一并发问。记得订阅。
觉得 Gino 今天有 subscribe my channel yet? Of course! Gino's funny! 第一名 First place! 再见拜拜